这个家伙应该都认识吧。今日分享变形金刚三D级上旋。我手里这款的车头漆面氧化了，所以颜色有些突兀。我感觉老物的载具形态造型比 SS 的好看不少，设计也好很多。下面就来看看变形表现吧。人形身材比例也可以，而且这款是有脚部接地的，背包处理的也很好，就是背上这两块东西是球关节连接的，所以很容易松脱。然后就是人形手掌是和钳子一体的，不像是 SS 那样分开的，